来，给他们鼓励一下，要来献三首诗歌。第一首赞美诗421，请来赴宴。第二首247，圣灵全能。第三首赞美诗199首，天上快乐家。我们就来聆听他们的中山启智心诗。Thank you.
旁边奉耶稣圣名，我们和平教会第二个晚上的秋季布道会，我们来唱赞美诗136首，三遍啊，太古山九六。Thank you.
耶稣基督的圣灵要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我那圣灵不嘛，只一直都可以。如果圣灵的人在这个案例大，没有圣灵的人向他祈求，呀，啊，外部世界和那好意，给他好过不一样，你不一样。目的是什么？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些的预备静听。你周边还有当好多少？你就不用给你个导演，非常的感谢主播。是，然后鼓励你看一下，谢谢我们的多加师吧。你看一下，再多加来啊，学堂。那晚上跟大家来分享的，你那个要做，我从来都啊，跟你们大爷，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你第二号一在头发上办嘛？那我必须要办。昨天我们提到你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也你们知道。女儿刚好故意在高方法呢，我跟你说那次来就谈到安息日，我说了一段好古巴在那边呢，你安息日，你在安息日是神的诫命，我安息日你才能来嘛，我跟你不少心都高了不少一个，他是神呀，是留下给我们的一个他的旨意，那我少心都高了差不多，他的更复杂呢，那我就遵守他的旨意，我们就有。认识耶稣，你如果给他多少信，你让我做，我把他给他提上。反过来，不认识他的旨意，你就耶稣就不认识你了。啊，你再给他给他多少信，他说主啊，我把他给他给他提上。那今天晚上我们讲谈到圣灵，啊，那个小朋友不是一点，那是说真的。我们看路加福音24:44-49，能在这里路加福音，你就用些说，用就用些，干嘛啥也给你，用就用些。那是四节，耶稣他怎么说？圣灵给我说，他们耶稣怎么？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执着我的话都必应验，耶稣讲了这句话。你来不说话，你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说的吧？告诉门徒这样说。我们那不知道秘密，他说了没有？什么？啊，从前我已经告诉你们很多话。呀，一点我好意啊，你来不那个说话的了。那比如说像摩西的律法。我说了一个好意，我那啥一个摩西，摩西的地方就是旧约创出立名啊，这个是五卷啊，这个是摩西的地方啊。我那你摩西很能耐就不好嘛，你我说了一个讲，首先去休息不多，安在一我的秘密秘书记传到我讲什么？先知书呢有大先知，有小先知，丹尼里啊，以先解书啦，啊，这些都、就是。啊，这个是大先知书。我说有印象，还没来啊，我碰好你来给我打来，啊，那来啊，有印象，你来给我你明来，还没来有印象。那诗篇啊，诗篇呢，啊，箴言呢，啊，传道书，这个都是诗篇里面所记载的。啊，就你西汉好意啊，而且好过，我这认住了呢，啊，有点逗下，他俩没说啊，就是里面记载的，就是说。都要应验出来。我来今年呢，你那个报名呢，做到好几哇，那个是看姑娘怎么对你。那耶稣给定的真的也是基督，另外还在第一个十班是关，也是基督。现在我们就要请整个十班感谢阿弥陀时刻。那么今年后裔他就到考古成功十班，罗马六部不上啊，一首都是天父奇妙恩典。我说的再好一点，不然你外卖这边啊，他发展啊，不明白。第二首是这个藏啊，藏民族建牌，他们能够啊，比你们过去的王嘛，说白了，就是很爱大家。那那个，你那，你也是那很爱全国这里的朋友们，也很爱朋友。这里是马瓦布我们解释的不是神的建筑不单单这样是你神最爱你啊所以我们的话你也是说因为你有机会来听到上面的第一类说多么害怕的心好接下来你听怎么知道首先上的两首诗歌哎你听一下都来有没有晨光诗班还有我们请晨光诗班的诗班进场来聆听他们献两首诗。
这里说句话。还要感谢多美的人。我们感谢天上真神。一个呢，他说我都没得。今天拿出来，他们盖我都能努力，把一点没得。我们能够在喜乐的这个聚会当中一起来赞美主。感谢啊，今天辛苦，我们请了陈光，他们来修行。感谢成功教会的晨光师班。今天跟他来修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都弄弄。我看到这么那么啊，孩子啊，怎么办呢？从你们的诗歌当中，可以听出你们能够一致的为主啊来献诗。下今天你们来能够高唱来高唱，那那什么肯定不会改呀。但愿你们爱主的心啊，愿神能够纪念你。我来不听不会改，他那么的祝福，谁会怎么呢？啊，愿神赐福给给我们的诗班成员。要是不容保命。啊，也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他如果为你都救了你的，刚刚长老所勉励的，一点点都让我们来个是给算难事情。啊，神认识你吗？一点点给他们说不说，他们说不落座。好，我们从这里啊，可以重新来厘清。一点点在对我说的没啦，一点点东西。从他所谈到的圣灵。没得交代，他那些人说交代不交给，没得啊，为什么不一样？圣灵是我们这耶稣教会所要遵守的。那么多嘛，嘛来要那没得，所以会搞的没得。如果我们领受了，是我们极大的福气。首先那么没得再要谢谢谢谢。我们来读一段章节，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福音的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的21节，路加福音十章的21节，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父啊，是的。”因为你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22节。首先感谢天上的神，让我们这两天的布道会能够圆满结束。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总会所差派的两位传道同工，第一位是武成文长老。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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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进步，你可能说，看中你哦，所以这里到成功教会好了。好，感谢主哈，谢谢我们吴长老很好的勉励，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这个圣灵的道理。我虽然是常常在讲道理，可是。圣灵的感动总是不一样，所以道理要常常听。好，那也非常谢谢潘尼诺执事联合的见证的分享。在这边呢，也要感谢我们来协助我们见证的这个师班。我要感谢这个窦家总不见了啊，他在忙那个餐厅哈，人家要给我们分享。好，我们要感谢的就是晨光师班，掌声感谢他们。这个别人啊，那表示你们成功，这个晨光师班唱得很好，很满意，大家都听得很高兴啊。我们呢也很感动，晨光，成功又光，荣耀的光。就光啊，那个发扬光大，你们很有野心的，你们
成功了，就是感谢主了，还要夸耀夸你们。啊，当然了，啊，这个好的更光芒的亮，不要隐藏在楼底下，要放光啊，放大一点。那当然了，诗歌不但要美，那这个诗班的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灵修。所以借助你的灵修，加上神的灵帮助你们，哇，这个诗班一定会到处会受感动。啊，非常谢谢你们，Venerable，你们为了唱诗一定下很大的功夫，难怪唱得这么好听啊！啊，我相信耶稣可以纪念祝福你们的。啊，我的牧妻啊，从嘉平、延滨还有八遍啊，听到我三个字。也非常谢谢你们来这边发财后有三个代替和平教会等待一张鼓励的找个不论一大号还没有做嘛，所以希望说以后比如说今天他们就该一张，下一次呢就在这个延滨啊，嘉平跟延滨的联合你们会，我台湾听到无亚和平，台湾听到八边啊，你把代购都进来，那当然我们实业的中心，我们把别人都，那我们一样的啊，四个教会都要联合，喊到过刚才在那边大，在这边愿神施恩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还有在过多多联络，多开那么大，明天是灵会，愿神施恩祝福大家，我们现在尽力布道平安。你在那边。